是联合旋转换脚换姿势，那他是3.5的基础分。好，现在第二组的比赛已经开始了。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比特丽莎，今年17岁，短节目成绩是排在第四位。自由滑曲目是来自于芬兰著名的摇滚乐团基督启示录的希望，以及来自阿斯特皮亚佐拉，现代探戈音乐之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季春。
来自美国的选手，华裔选手比特丽莎。非常遗憾，这套自由滑当中摔了两次。在第二组当中，两位选手都是华裔选手，另外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梁美诺。